捡漏安利时间到，不到500的 1TB PCIe 4.0 硬盘，它就是英锐达的 P3 Plus。 目前 PCIe 4.0 固态的 1T 版本价格呀还是有一些贵的，哪怕是三星 PM9A1 这种存在矿盘风险的，目前也依然要600多，而英锐达 P3 Plus 的口供全新价 1T 也只要549，某多多和某海鲜上也就500不到了。采用了群联 PS5021-121 主控方案，科利亚为美光的176层 3D NAND， 唯一的缺点呀是 QL，但由于 P3 Plus 采用了全盘模拟 LSC 缓存的方案，长达200G 的大文件读写依然没有出现掉速现象。而一旦出缓， QLC 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，出缓后性能只有90兆左右每秒，需要经常大文件读写，还是建议你考虑 GLC 固态。实际性能测试中，它也有5040兆每秒的顺序读，以及3670兆每秒的顺序写。4K 最大读取65万+ IOPS， 最大写入77万+左右 IOPS， 属于目前固态硬盘的第一梯队。所以，如果你是纯游戏玩家，不经常交换大文件，英锐达 P3 Plus 499左右的价格还是值得入手的。